肩上扛着桨，手榴弹挂胸膛，挺起那个胸脯上战场。好，好。这是我们茶室里面所有的侍应生来这边消费的弟兄啊，看照片选号码。侍应生有那么多，哎，忙不过来嘞，十万大军呢。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个红色灯泡，生意上我们的时候就亮灯，结束就熄灯，超过十五分钟就要补票。这这么多女人，你都不会想要？我只是要留给我未来老婆的。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小岛上，所有人士气高昂，为了反攻复国的大业，万众一心。偷袭，偷袭！娘，俺要讨媳妇了。你敢娶个妓女吗？你敢吗？我干嘛傻傻守着承诺？承诺是给自己的，不是为了谁。蔡江啊，脱小！为什么人要当兵？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选择？二十七年未尽的孝道，不知何时能还。你这些瓦心啊，你一辈子都回不去了！耶！你为什么要跟沙老公人那么好啊？你是什么人？做过什么事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这台下只有鸟能自然能飞得过去。我从头到尾都在骗他，我干嘛要骗他？丁丁啊，当你准备回被房间来了。林无理，你他妈要坑命是不是？欢迎来到军中乐园。